今天这个米粉虽然看起来很像黑暗料理，但其实味道真的蛮香的。米粉是自己煮的，但是这个调料是问我们这边一家做凉粉做的非常好吃的要的。你看，这个米粉把里面的汤汁吸得饱饱的。这筷子好滑，夹不住。妈妈，换个木筷子吧。换了木筷子，哦，来感觉了？这米粉太滑了。那米粉好容易断啊。
我刚刚尝试让你们看里面的奶油，但是我对我这个相机的对焦技术已经放弃了。它对焦真的是太慢了。吃完甜甜的毛毛虫，开始吃咸咸的米粉。第一口好奇怪，我嘴里面还有甜味儿。这米粉全都煮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了，只能靠我的吸力把它吸进来。我有点想吃汤面。我以为它要掉了，好幸运。
到最后还掉下来了。